同样如此，这个也是 AA 地桥，对吧 ？A 啊，资金经常下跌的时候长盈短注，缩二一，缩百低，对不对？啊，桥在哪？桥昨天已经过了桥啊，不光过了桥，而这个桥什么样的桥？是风骨临界的一个桥，是风骨临界的一个桥。那我们要什么样的桥？要风骨临界。只有过了风骨临界，那它怎么有风骨之气，它才能上涨，对吧？所以说此阶段大家要什么呢？不光要结合 AA 地桥，这个桥最好要什么样的桥呢？最好要风骨线上的啊桥最稳，好吧？还有什么呢？大家再来看一下，光刻机也是，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是过了高量？是为什么让大家找高量？找高量啊？那量子科技也是过高量。是假阴真阳，我们要找风上的假阴真阳，所以说啊，量子科技板块当中的个股，大家要高度重视一下了，对不对？是要高度重视一下了啊，特别什么？特别是 T 字板的，那 T 字过左峰往往有一冲，天龙啊，天龙戏水，对吧？那我们要找什么？风上的啊，要找过风的 T 字板，包括什么600、468这两只，大家也要来看一下。啊，你看前期有资金经常，它也是下跌的时候长盈短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大家要看一下 T 字板，啊 ，T 字板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，是数据中心，那现在也炸了嘛，炸了这个左峰，对不对？那数据中心同样如此，刚刚讲的，对吧？这是小趋势打起来，大家看。0008小趋势已经打起来了，小风筝已经打起来了，对吧？这是风筝啊，这是风筝。这个吧，新创大家也要重视起来，新创那也是过的，对吧？但是今天假阳真有比方，其实看它能不能过风。过风的情况下，是我们也要来关注了啊，对吧？3065561那进来嘛，平荡，拗口被平住，拗口被平住，爆发猛虎。怎么爆发猛虎？你必须要以它为基础做出王牌来，就王牌合理接力，合理接力它才能步步登高，否则它就是一张废牌，对不对啊？它否则一张废牌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这个新创，对吧？还有刚才跟大家讲六 G 不说了，六 G 五 G 重点大家来学习啊。再一个跟大家讲的几大件呢，还有这个军工总的今天不好，对吧？我们看21阳白道的猛啊，不破才能抱着股票笑，对吧？在此阶段总是什么呢？硬高啊，不好，军工不好了现在哈、但是军工板块当中的叠价什么呢？叠价软件、芯片、新科技它走得好，不是军工板块走得好，而是叠加新科技板块走得好，在卫星导航走得可以，大家要明白这个，对吧？并且我跟大家讲嘛，我们要高低切换，对吧？你看前期走得比较好，六 G 板块当中的前期，我们跟大家做交流，300964，你看这开始什么？开始啊，在此阶段开始一点点的开始慢慢的啊，震荡整理了。而呢，阶段底部没起涨的个股。没起涨的个股现在开始什么？开始疯狂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光板块要高低切换，那个股也要高低来切换。所以说明天两种思路，一种思路我们就看权重大金融，那么拉起来盘面一般周五它不会拉的，周五啊一般它不会猛拉的，只会什么呢？只会来一个修复啊，继续修复，震荡整理修复。那震荡整理修复的情况下，那我们那重点呢还看什么呢？我们重点还是来看这几个板块，对不对？还是来看这几个板块。那建筑板块明天开始阴还是阳，对不对？再说化工板块今天开始跃跃欲试了，化工啊，看一下化工啊。再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啊5G 6G 呀、芯片呀，是吧？新那个半导体和元器件呐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光刻机我们都会踩，是不是啊？好不好？这是板块啊。刚才个股也跟大家讲了，个股现在什么呢？现在是已经让谁呢？已经让三大头的创业板和创业板，大家要啊多看一眼了。创业板，对不对？是创业板，大家要多看一眼了，因为前期创业板嘛跌的啊比较深，创业板，对不对？
一直是跌跌不休，跌跌不休。那现在来到哪个地方？来到这个小凹峰这个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创业板大家可以看到，虽然创业板啊跌跌不休，但是创业板板块当中的个股就是中小创啊，中小创表现比较活跃，是吧？这大家要关注一下中小创啊，中小创。别看这个新城市它是三板，但是现在它是六板空间，已经打开了此阶段啊，一板两板啊，到什么到四板就叫什么啊，四七的一个节点，四板就到头，对吧？它现在是六板啊，六板，所以说大家要什么呢？叫复涨停板嘛，包括今天呢跟大家讲的两板，对吧？两板三只啊，两板三只，这个上海。电影我说重组概念的，那今天它是什么呢？又是提量，又是高量，而且又是烂板，这个我们可以啊，大家什么的抛去啊，剔除之后，我们这就在哪呢？就在605058和啊300576，在这两只个股，我们大家看明天谁胜三板啊？谁胜三板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605058，明天面临什么？面临是多峰，是不是？它只要过了这个多峰，就有希望。这是第一个，它是又是六十一百块当中的个股，对吧？那这个融大呢？融大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倍量加倍量，倍量加倍量等于主力啊，有实力的拉升。怎样拉升呢？那明天呢？你必须得过哪个地方呢？那明天你必须要过这个大，这个啊，左峰这个凹峰。你过这个凹峰呢，就打开了上涨的空间。那明天我们就看它能不能过这个地方。那能过的情况下呢，它就打开了上涨的空间。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它是有资金进场的，下跌是长线短注，对不对？并且在这达到百低之后，哎，大家看啊，这个庄哈、啊，我挺喜欢。为什么？我说它是圣诞礼物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北大值班的时候哈、啊，在北大的时候，在北大的时候什么？咱们老学员知道哈、啊，在北京，正好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在北京的时候呢，那我就跟大家嘛做一波交流啊，也就是哪一年我记得，就来。好像是2000年，我记得好像是在哪是哪一年，就圣诞节那天，就在这一波，好像是啊，在这儿，然后我们打起了一波嘛，轰轰烈烈的这一波。所以说呢，一说圣诞礼物呢，老学员都知道，从这儿开始的，对，就这儿开始的，给大家们进行交流的。结果我们嘛，我们又来了3倍多，不到4倍，我记得3倍多，大家是比较嗨的。所以说一说圣诞礼物，大家老学员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庄一直什么一直在啊。世界的脑海当中的熟悉经典牛股在线。昨天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做交流了啊，昨天的时候也不为什么昨天这个没跟，好像跟大家说了吗？还是没说，我忘了啊。这早上也看到了，看到的时候他就拿起来了，这拿起来就没说啊。这个庄啊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庄，他也是什么，也是这个公司也是做什么光刻机的啊，这个公司哈、啊、也是此阶段大家也知道哈、啊，此阶段哈，咱们不说了，好吧？政治视角咱们不说了。那个，所以说我们明天就看什么呢？明天就来看这两只个股哪只能升三板。但是今天大家要看到呢，这个300576它是什么呢？它啊是倍量加倍量，但是它又什么？又是个发烧，不是发烧，又是什么？又是个高量，不是发烧哈，这是高量。高量呢常态是跌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倍量呢加倍量呢又是主力急于拉升的一种体现。那我们看看明天到底它是啊？急于拉升吗？它还是高量是常态，常态是回踩吗？啊，如果说是高量不破，那必然要过这个峰，必然要过这个峰，过这个峰。刚才的我跟大家讲，要是过了这个峰呢，它上涨的空间就打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明天我们在盘中我看看，看看到底是两个人同时进三板，还是只有呢一个进三板，好不好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新城市已经什么已经给我们打开了空间。对不对？打开了三板的空间，这是冯小苗啊，三打头的已经有一个了，对吧？那明天是否这个300576它也能跟上脚步呢？那明天我们就看盘中的时候的庄如何走的，那我们就如何来看，好吧？还有一个什么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说是我们在什么呢，我们一板当中，既然如果是明天呢，如果是六 G 和这个啊和这个光刻啊光刻胶，那如果明天他两个人如果明天能继续拓展出空间的话，那我们明天就要找什么？要找5G和6G的，对不对？要找新科技，明天一定会有一板到两板的，是不是？会一板到两板的啊？那我们就要找什么？我们就要找啊，5G、6G
和明天新科技，还有什么呢？这是光刻胶，对不对？看看明天如果是融大光刻胶那三板的话，那它必然会有什么？会跟风。那今天这个6030650，它就是跟风的，对吧？它就是跟风。那前期它是高开低走，被动撤退，明天必然会有资金第一步看涨，是吧？明天就看，看它能不能起来七就跟风呢？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要跟大家讲的是基础建设，对吧？基础建设明天就看它是什么呢？是阴还是阳？如果是阳的话，那它必然要涨，要过我们大家要高度重视一下，对吧？这是光刻胶，对吧？301036，它也是光刻胶。对吧？如果明天融大起的话，那它是高量，又是发烧量，常态是跌，但是该跌不跌呢？看他们如何过风，该跌不跌，看他如何过多风。一过多风，是空间又打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找嘛，我们要找风向标，要找风向标哈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文化传媒，文化传媒是超跌的，对吧？抖音超，在哪呢？我记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跟大家讲，我记得这个地方是咱们一个学员哈，在这个地方问，能梦过？因为什么？这凹股平均线在这大阴，是吧？跌停的大阴，大阴没过之前呢，凹股平均线它什么？它就是大碉堡在这，是吧？这只是什么？一是不过必然会落，一是攻，二是弹，对吧？那三主攻能不能攻过来呢？如果攻过来的话，就是做大阴又大阳。是啊，就是左大阴右大阳。那今天是背阳，背阳是主力实力雄性的稳动机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什么？看它能不能过。不过，那我们不搭理它。如果过的话，再这样搭个单向过的话，那第一次它肯定在盘中明天会怎样怎么的？第一个，明天有一个什么拉伸，因为它是涨停板，一个拉伸。如果过，那它必然有左大阴大阳。如果不过，搭个单向上，这几天搭个单向，它还是要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大家来看。盘中它到底是过还是不过，它怎样过，那过有过的对策，那不过我们有不过的对策，对不对？这超跑对量子科技，刚才给大家讲的又是芯片 5G， 所以又是 T 字过作风，往往有一冲，我们就看它怎么冲，好不好？这中共高科不说了啊，这是趋势网了吗？现在是，对吧？趋势网，一个是中共高科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今天涨停的这个601698，这是趋势网，对不对？这是趋势龙，而不是现在还让大家猛追猛打，对吧？那在哪儿呢？在这儿我跟大家讲的，所以在哪儿？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，看到是否过这高量实体平均线，是否过这个大阴实体平均线，过那它还有上涨的空间，对不对？这是趋势龙，用趋势来应对，而不是要来追来应对，对不对？包括这个中共高科，中共高科我们大家看，周象也是，大家看，看。他先过哪个地方？过了多峰，过了这个峰，那来到这个左峰，对不对？那不过他这个压力筹码都要筹码在这个地方，你还想让他在这个地方打出3个板4个板是不可能的，他只是个风向标而已，对吧？再一个什么呢？这是污水处理的，对吧？污水处理不在啊，热点板块当中可以放一放，对吧？那这是次新板块开板的，那我们四期的一个节点，那现在已经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中签的话获利50%了，对吧？那明天我就没有什么用高量战法来应对，高量顶底设攻防，破底不敢过顶，敢三压一找买点啊。那今天它换手70%多，大部分人换手已经换出来了，对吧？那到底是谁卖的，谁买的？明天只要是站稳高量实体平均线啊，但不必须要什么，必须要正三维做拐上，那才能说它强，对吧？高量不破才能护市，如果或者护才上三一不破，也是力强嘛，就用什么？就用高量战法来应对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光刻机啊，光刻器一个概念，对吧？那也就看什么呢？它已经过了多峰，也是高量，对吧？明天就看能不能过啊，这个阴是顶平均线，过了如果是荣光啊，明天如果是打300的话，那也可以看看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不看了哈，这个是养老概念啊，养老概念，这个是云计算。云计算刚才给大家讲，又是新创是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又是个奥库被平图，那奥库被平图爆发又是过多峰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该看一看的，多看它一眼啊，是不是？多看一眼，我们看空间在哪？空间，那空间在这儿，它有没有10个点空间？那有10个点空间，我们怎么做？没有10个点空间，我们怎么做？对不对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好吧。再一个就是这个百利啊，百利也是量子科技，对吧？它是T字过风的，是吧？啊，也可以，大家看T字过作风，往往有一出啊，可以看一下，是吧？
所以说今天这些过风的，你看，那这个是比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还没过风的要强，它这是不是已经过了左风了，对吧？但是今天是一个发烧量，那常态常态是跌，如果是回踩不破这个左风，是又搭起来了。是像这样的个股啊，这样的装饰，我们大家要加入我们的自选股，加入我们的养鱼池当中啊。只要你回踩不破上三一啊，或者回踩不破这个左风，形成三日形成王牌，是不是大家呢就要高度重视啊？像这样的个股大家要高度重视起来，为什么？今天多少资金进来，涨停板是所谓庄家所为，既然庄家有这么大的实力，这么啊这么多的资金进来，有这个雄心，如果它回踩不破左风，必然变量要大起来，是不是？甚至可以，我们就可以什么呢？观察，加入我们的养牛池观察，对吧？这个刚才给大家讲了，这就是个小风筝，回踩啊，前期这个左风平台不破，然后过保底，它还要继续往上打，对吧？大家看，现在要来到哪个地方？那来到这小欧风，看到温户，对不对？并且在此阶段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个高开低走，被动撤退，往往会有资金，对吧？这就是个小风筝，那小风筝已经长高了，从15到27啊，要好翻倍了，对不对？像这样风筝，我们啊，大家要重视起来。怎么重视起来？那我就仓位小一点，虽然它现在过了百日高量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什么获利比较丰厚的情况下，那我暂时要高低切换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那哪怕是我想做着这样的风筝，那我也仓位少一点，也不要什么呢？很阶段底部的风筝，啊，我什么？可以加大仓位来吗？啊，来学习是不是啊？位置决定性质哈，好吧。再一个就是这个并购重组的，大家要重视一下。刚才跟大家讲的啊，并购重组，大家看上海电影并购重组胖2个板，对不对？那他现在呢，啊，看看呢，上方是有压力，看能不能过，又什么？今天又是个发烧量，常态是低，刚才给大家讲的，对吧？别看什么它是并购重组，别看它是啊中国电影两板，它明天也有两板，啊，去看两不两板，看它如何过阻力位上方的压力，过了才能我们看到希望。如果不过，那它这个压力还要下达，是吧？还有这个也是什么呢？这个也是光刻机，这是跟风的，啊，这是今天跟风啊，好吧，然后跟风的啊，再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6G的，这是。涨停板的复盘，为什么涨停板的复盘？刚才给大家讲的啊，现在短线情绪已经干什么？已经回暖了，六板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别看是三板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看三打头的，大家来看一下，今天11只呀，啊，11只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了啊，并且呢，我们看到不光看三大头了，我们还看中小创呢。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中小创啊？大部分都是三把头的啊，比较活跃。所以说创业板大家要重视起来，好吧？创业板重视起来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盘我们今天交流的啊，6.5058啊，不说了，已经涨停了，不说了。那大家就来看明天有2板的，明天是否龙升三板啊？那我们看看如何过这个作风。那不过这什么三板不三板，对不对？你只有过了，我们就看到你三板的希望。你不过，你就在这儿就要掉下来，是不是？要看空间，结合空间来看，好吧？啊，这个002115啊，这个给大家讲哈，002115，其实002115早盘不符合我们的啊，大家看。早盘不符合我们早盘的集合竞价和开盘定时，它必须要什么到空阳，那正三尾做不做拐上没有，在什么人线之下，是在人线之下低降低，对不对？早盘不符合，所以早盘不应该，有些学员啊是早盘当中跟的，早盘当中你在呢啊模拟的是错误的，因为它不符合啊开盘定时。但是大家要知道位置决定性质，为什么位置决定性质呢？第一个，早盘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做交流呢？因为它开在什么？开在这个大碉堡之上，为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它不符合，那我们什么时间？那我们来学习呢，来模拟呢？那它会踩哪个地方？会踩是21滚轮关啊，不过别蛮干。那过了滚轮关是多方胜啊，那多方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在情底不破可以入股，在这儿才是我们啊
才能进入我们的夫妻圈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别以为今天拉起来了，哇，我早盘就是个对的，完全不对哈。早盘如果是早盘，如果早盘模拟的话，那你就是错误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不符合我们量学饥饿竞价加开盘定时的标准要求啊，不符合。但是今天如果是你做的是对，为什么又说你今天做的是对？因为它回踩不破这个二一滚门关大阴，而因为说明多方胜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个地方是结合量搏平底不破可以入股，对吧？明天回踩不破二一位还可以吗？可以低吸，明天拉高不过呢？不过这个今天这个高量续顶平线，你必须要高抛，因为今天什么呢？今天它是一个板枪，拉涨停板它开板了，就是有高量，常态是跌。常态是跌，好吧，明天就看到破这个破不破可以低吸，破了不许低吸，好不好啊？要知道啊，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错误的啊！别等着下一次开盘又抢，你们也许没今天这个什么好运，也许嘛它会一个高开低抬，对吧？高开低走，低走低走低走，那时候你就会哭鼻子了，就不是说快乐了。好哈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严格的按照量学标准来，好不好啊？一定要严格的按照量学标准来。那对于我们的 AAD 桥68802，今天我跟大家怎么讲的呢？是啊，结合我们第一波段的快乐空间，今天是收的节奏，68802，大家看啊。那这今天又是收的节奏，结合吗？我们 AAD 桥，是啊，是今天。也到了嘛，也到了我们这个空间了，是啊，要第一时间要收了，是让大家要收了再涨啊，一个拉伸天线远离人线啊，上肩则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说高量要找什么样高量，在底部的高量啊，而不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小风筝到了现在头部了，你还在那地方还放风筝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很难讲的，对吧？不要谈啊，不要谈。那今天几个点？今天大家看啊，一个拉高几个点，三个点也够了，是不是？还别说，我们不是在今天跟大家做交流的，我们是这天竞价的时候跟大家做交流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周要结束了，对吧？这个周也结束了，早盘跟大家做交流的呢，到今天呢，它是几个点？也是13个点，13点，我不要13个点，我就要10个点，我要5个点，一个周5个点够不够？够了吧，对不对？要给自己的目标设小一点啊。设小点，我们才有什么？才有幸福感，好吧？嗯，大家看盘面，啊，我们先大后小的看盘思路啊。盘面世界不看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跳空不过哪个地方，不过这个高量是底平行线。那个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底是我们的水面，是我们的生命，已经没命了两天了，是不是？盘面我不看好，是大家昨天开始跟大家讲，我们管不住。稳健的管住手，对不对？盘面不看好，那就给弱，给危险，对不对啊？但是，师姐跟大家讲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要观察的热点板块是有哪些呢？第一个我看到什么呢？第一个看到煤炭，跟大家讲高比气，啊，煤炭板块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今天呢煤炭板块早盘呢，大家来看一下，煤炭板块啊。煤炭板块，它早盘是一个跳空阳，大家看是一个跳空阳，一个急拉跳空阳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庄它有向上啊，向上发力的动能，是不是？并且这天嘛是确认了这个真底，是确认了这个真底啊，明天还要进一步来确认这个真底，因为它是一个高开之后低走的，明天还要确认真底，只要是真底不破。阵地不破呢，它还有上冲的动能，对吧？就像我跟大家讲的，明天我们就看啊，这盘面要起离不开权重和大金融，也离不开这煤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才跟大家就讲的这个是吧，不说了，咱们已经说了啊，不说了，好吧？再一个是什么呢啊，那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跟大家交流呢？侦察兵到过的地方就是红军要去解放的地方，你既然这一仗你来捅过，你必然还要到这个地方来，对吧？